越开越远。出来不会不太累吧？这应该叫我们第一次出远门吧？对，第一次离开你的家。昨天就是有说就是要睡饱这件事情，你就会害怕。但我蛮喜欢这种未知的，对，挺好的，未知很好。但越这样讲越睡不着。对，就一直想啊。而且今天默默奖没来，对，今天默默奖在打顾家，还有品浩来，品浩来，品浩对品浩，顾家，跟我们顾家，品浩，品浩是请假，品浩早上有空，早上有事，等下再来找，他也去考论文，鲁道比较逊啊，已经开了半个小时以上的车，我现在发现这个我们的海拔现在越来越高了，我们一直在山路。哎，兄弟，不是去你的部落，不是，你有觉得越来越难呼吸吗？呼吸越来越高。双溪，我们现在在哪？这里叫虾吗？双溪不是放千丹的？那是外双溪啊，白痴哦！双溪是放千丹的，白痴。抽虾对。难道双溪就不能钓虾吗？我就是要在双溪钓虾，白痴。双溪是放千丹的，那是冰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可爱。所以我们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因为有位丑姨。惊喜。希望是海，希望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深山呢。希望会下山。希望会下山。我觉得不会是海。我觉得是山。一定是深山。所以我们那么多住的地方，该不会要我们自己干嘛吧？钻木生火的地方会很绝。不会是野外求生的那种。野外求生。波哥，我真的还没有去那种真的。野外路过你，我看得出，我其实也看得出来吧，看得出来，很明显吗？从你的整体的造型都能看得出来，弱，弱又大又弱。他会不会让我们去什么挑战？住在鬼屋一个晚上？不要，这么快？然后看谁能录到什么东西，录到就赢了，不可能。这个去那边，我们是全村的希望，我们不是那个。说明他们这边的村民也希望我们去帮他整对啊，鬼屋啊，对啊，抓鬼是吗？赶鬼，对啊。波哥如果是真的，他就不会说。